它是很简单的东西啦，应该这样讲。一般我们塑膜不是会一直喷吗？你一直喷，喷全身其实很累。它这个是压着就一直喷。它这个很简单的意思是，它水塑膜不用擦干，因为一般你还要擦干才能上塑膜。它不用擦干，它是直接喷，然后用布把它一起擦干就好了。啊，等一下我先喷一次给你看。因为它这个就是简单操作啦，瓶可以喷很多地方，除了轮胎不能用，其他都可以用。轮框是要喷在膜布上用，轮框，那其他就可以直接喷，它是水塑膜，就这样，它可以喷很远，就喷一个这样，它压着可以一直喷，所以你等一下就是膜布直接擦就好了。好像跑更快，跑更快，有哎，一下子就有了，有没有？跟刚才差很多哎，水滴更大滴啊，有差哈，而且速度很快，对，泼水更快，水滴很大滴。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小白，对，小白，哦 ，All New Sentra 的车主，顶级版，对不对？对，顶级版。哦、那今天特地从中立上来跟我们分享这台车。对，当时在买这台车啊，你有没有看过别台车？有哎、欸，其实我一开始是原本是想看休旅车。休旅车？对，因为我原本是开休旅车。你会常用到这么大的空间吗？其实还好啊，只是说你习惯。大的空间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个视野的感受，对、啊。那你有看过哪些休旅车？之前是看 CRV， 对，然后 RAV4， 只是网络上看而已，可是没有去看过实体。你后来决定这台车就不是休旅车了？对，因为我爸他换行车是那个 CRV 五代，所以我就想说家里有一台休旅车就不用再买休旅车。了解，对啊，因为我自己也可能也用不到那么大的空间，所以你后来就是轿车为主。对，轿车为主。那有看过哪些？轿车同级距的话就是 Focus 嘛，然后马莎。对，就差不多这两个。那两台都有去试驾吗？因为我之前有做过修车，然后我、哦、有修车，然后我有开过 Focus， 对 ，Focus 是很顺啊，没错，然后隔音也不错，就是担心也就是妥善率，就是保固后。然后马三我也开过，我朋友，因为我朋友也开马三，觉得还不错，可是税金吧，哦，2.0税，对，然后可能之后可能维修费可能会比较贵，因为它是进口车，对。那试驾的感受咧，你可以分享一下吗？Sentra 的话就是。顺的啊，就是跟预期内的其实都差不多。对啊，就是顺一台车，然后油耗也比较好啊。然后 Focus 优点的话就是动力嘛，然后隔音，可是内装就还好，然后妥善率也其实就会怕了。对，然后马三就是算资优生啊，就是各方面都还不错，可是就是担心后续的维修，最后就选择这一台 All New Sentra。对，这一台你也大概开了有4个月。两个月差不多，两个月哦，两三个月。那两个多月你开里程大概开多少了？大概现在5100。5100。对，准备要保养了。所以你的油耗如何？油耗还不错啊，我都是高速跟平面超50/50差不多。那你这样1公升大概跑几公里？16-17跑不掉啊。所以油耗你满意吗？对，还蛮满意的，算还不错了哈。纯高速的话可以20几啊。哇，一进油电车嘞。对啊，算是 很省油。对啊。對啊，优点我们从外观开始讲，就外观就是帅气嘛，就是整个都蛮好看。可是缺点就是后尾灯，就是打方向灯的时候是卤素灯泡，所以我之后可能有考虑想改尾灯。对，那么还有吗？还有没有什么优点？外观的话，外观其实就差不多，然后内装的话，内装质感就算还不错。内装，对，然后方向盘蛮漂亮的。然后音响的，你觉得音响？音响我觉得就蛮普通的了，真的哈，因为像上次那个就另外一个观众，音响是真的蛮烂的。那优点还有什么优点？我觉得它隔音算还可以。隔音？对，以这个级距来讲哈，如果跟你刚才提到的 Focus 比，
那就有点差距了。所以 Focus 隔音算蛮出色的，比较好。对对对。好，那还有没有什么主被动安全有哪些优点？ACC 吧，它我觉得算蛮好用的。哎，你的 ACC 可以跟到零吗？可以跟到零，可以跟到零。你这一代跟对对对可以跟到零，然后又可以侦测到那个前前车超视距，对超视距，对对超对。然后还有盲点，我觉得也蛮好用。它盲点是整合在车内，不是不是在那个对，不是在后照镜，我觉得。算看得蛮清楚的。那除了这些，还有没有什么优点？车机、嗯、对，车机萤幕蛮大的，萤幕很大。对，然后还有360，对，虽然说画质差一点，不过我觉得还算够用。好，那还有什么优点吗？优点空间啊，空间蛮大。前座还是后座？还是后行李箱？其实整体空间都蛮大，后座空间其实也蛮大的。你自己有坐过后座？对，有坐过后座。你觉得它的椅子好坐吗？蛮好坐的，椅子蛮好坐的，对对对，就很软，很像沙发的感觉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其实优点还蛮多的哈，很多。还没有什么比较大的优点？我觉得它有一个还不错，就是倒车的时候，如果后面有脚踏车或是摩托车经过，对，你可能没注意，它会自动帮你踩刹车。对对对对，有一次就有救过我一次。虽然说比较它那个雷达比较敏感一点，就是可能离很远就会踩刹车。对，可是我觉得其实算优点也算缺点，以防万一。对对对，以防万一，如果你真的靠很近。啊，如果他真的没踩刹车，就也不好了。我想再补充一个优点，就是这台顶级的嘛，对，它有配那个预先启动，就是冷气的那个啊，遥控器。对对对，我觉得算还蛮好用的，因为其实同级车好像没有。对对对，只有 Sentra 嘛，对 ，Focus、马三那些都没有。我看国产车好像基本上都没有，都要进口车。顶级的还在选配吗？不用，顶级的就有了，它就含在价格里面。对对对，含在价格里面。我觉得它优缺点其实都是对应的，因为如果你要好的油耗的话，可能动力就是没有那么足够。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动力稍微没有想象中。对，如果在平面或是高速公路开，我觉得都还 OK， 就是顺顺。其实它 CVT 变速箱其实它提速蛮快的，就一开始不能重踩，就是要慢慢踩慢慢踩，让它提速慢慢上去。可是如果开山路的话，就会比较吃力一点。那真的会像那个人家讲的会有牛叫声，如果真的踩比较大力的话，会有了，声音会比较大声。所以你比较习惯 CVT 还是觉得涡轮？我还是觉得涡轮会比较好开一点，就比较有力一点的、啊。像这台如果开山路的话，可能你要在陡坡，你要在加速的话，可能就会比较吃力。可是如果你一开始速度先提上来，再往上开的话，就会比较顺。可是如果两个人坐的话还好，可是如果四人满载的话，就会比较吃力一点。了解，所以就是像你讲的一体两面，对对对，就是变成它的马力就比较不够。对，就是对应的啦。好，那还有吗？还有，我觉得它就是雷达就是比较敏感一点，因为之前有时候我晚上开车下雨的时候，就是明明前面没东西，可是它会自动帮你刹停，就是侦测到前面有东西，就会突然叫一下。所以你也碰过几次？对，碰过好几次，就是刚交车的时候啦。所以它是直接帮你刹到停啊、哦？没有刹到停，就是会突然对会刹一下，因为想说前面不是没东西吗？哦，对对对，会就是会吓到一下这样子。那个好像可以关闭，对不对？对，可以关，就是建议下雨天的时候可以把它关掉。了解。对，好，就是这个主被动安全有时候会太灵敏啊。对对对，算太灵敏了。好，那除了这个还有没有什么缺点？嗯，我想就是方向盘间隙有点大，转动的时候。对对，就是车子静止不动的时候，你转的时候，就你已经转到可能45度，可能它轮胎都完全没动。对，我觉得是算蛮大的一个缺点。指向性不好就对了。对，指向性不好。可是我觉得算还 OK 啊，就是家庭取向嘛，这台车。你当时在试驾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缺点？有，可是就是各方面考量啊，就是还是选择这台。OK， 那还有什么缺点？还有，我觉得就是它车顶的隔音很差，钣金比较薄的关系，就是下雨天的时候，如果一般下雨是还好，声音还好，可是会有铁皮屋的感觉。对对对，可是如果是假如说屋顶水滴掉下来，对，掉在上面的声音就是很吵，就像铁皮屋下雨铁皮屋的那种声音。我一开始以为是后车厢啊，对，可是后面听久了就觉得是应该是车顶。所以缺点还有哪些？缺点就是后车厢上面的那个，就是它没有给隔音棉，美观上不足啊。对，然后隔音也会有点差，所以我觉得，网络上虾皮有在卖啊，
对对对，一个大概七八百块吧。所以你装上去之后，除了美观之外，有那个隔音有比较好吗？隔音有，就是后座如果放东西的声音比较不会听得到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那除了这个还有没有什么？还有车机，车机是蛮顺的。可是假如说，因为仙草不是无线 Apple CarPlay 吗？对，然后我一开始上车连到之后，可能我手机没电，我在插充电线之后，可能再开个可能半小时之后下车，对，可能我线拔掉。他 Apple CarPlay 就直接跳不见，然后就完全连不上。每次都这样子吗？没有每次，可是算蛮长的。那跳不见要怎么解决？重新？对，可能就要重新启动引擎。对，因为我在连关 WiFi， 然后蓝牙那些都没有。是哦。对 对, 對。所以这个你回原厂有跟他讲过吗？因为我是从1000公里之后才有这个问题。对，所以可能我再去保，对，这次保养再就可能再跟技师反映。OK。对对对。那还有吗？你刚才好像还提到一个哦。我想到它就是它熄火的时候，如果你们没有打开的话，它还是会继续在吃电，就是萤幕还是会继续亮着，人还在里面。对对，就是它不会自动断电，一定要等你下车再关门才。对对对对，就是假如说可能我今天开到停车场，可能我想要休息一下，可能就是熄火完，可能门要打开再关上，它才会断电。哦，是。对，可是如果你熄火之后，你门没有打开，你继续在车上，它就是继续在吃电瓶的电，继续吃电，然后冷气再送风。冷气不会，冷气不会，冷气有关的。对。剩下在吃电瓶，对对对 对, 對。然后还有吗？缺点没了。缺点其实差不多就這樣。好，那我来问好了，就是开了这两个多月下来啊，对，有没有发现你在行进间啊，组装会有产生异音？我觉得蛮安静的，就是如果没开音乐的情况下，其实顺开其实都没什么声音，就是没什么杂音，风切声，然后轮噪声而已。OK。对，其实组装上我觉得算还不错了，还不错。对对对，算还可以。那综合以上的优缺点，那我们就进行最后一个阶段哈。会，我觉得如果家庭取向的话，我就建议这台。对，然后如果是你要动力可能比较足够的话，可能就要 Focus 或马三。对，因为如果你选这台，你要求动力的话，我就觉得不太合理啊。这台油耗也比较好，可是如果你要求动力的话，油耗一定就比较没那么好。不可能十全十美。对啊，不可能十全十美啊，对啊。我觉得它的优点大于缺点啊。对，就是这台车的缺点我可以接受，然后优点是我喜欢的。对，我觉得这比较重要。好，那因为它这台车也分好几个等级嘛。对，虽然你是买顶级的，那假设说现在你的家人也要看这台车，对，好，那你会推荐他哪一个等级比较适合他？我是建议直上啊，直接顶级的，因为我记得价钱没差多少。这个等级也差了360吗？我记得360中阶的也是有，也是有。对 对, 對，也是有，就只是插轮圈，然后还有那个防路人倒车的话，它不会踩刹车。对，我记得就比较大项的，就差这两个、啊。对，所以你的建议就是，如果要买，直接上顶级。对，我觉得没差多少，就直接上顶级。就是因为现在科技也在进步嘛，就是享有这些安全配备也比较好。你有权利选择要不要用，不要用是你的事嘛。可是如果搞不好你真的哪一天不注意了，对啊，就是比较安全啊。对，好，對了解 ，OK。那你之前自己镀过膜吗？自己没有，自己有洗车的经验而已。对对对。那自己有打蜡过的经验吗？也没有哎、欸，都只有洗车。对 对, 對，就单纯洗车。所以你印象中的镀膜是会很简单，还是会很困难？就比较复杂一点，感觉比较有难易度了。所以你刚才测试了这个Sub 的99那个镀膜剂啊，你觉得它有哪些优点？就是算比较简单啦、啊，就一瓶而已。如果对新手来讲，其实蛮简易的、啊。对，效果也很不错，就是效果其实差蛮多的。对，我觉得算还蛮好用，就是可能喷完，可能下雨天的时候视线也会比较清楚。很多那个喷在挡风玻璃、啊。对，我觉得算还不错。它的泼水效果算不错。对，因为一般应该这样讲，轮胎轮框的喷剂，然后玻璃的喷剂，对，车身的什么打蜡，对，它这个的好用就是它，对，它就是整车都可以用。对，它等于整车一瓶就搞定。对，很方便，就蛮方便的。然后还有就是你洗完车，一般我们不是都要先擦干，对，你就要花擦干的时间，对，然后才能打蜡或镀膜，所以它这个是方便的一点，就是你洗完车就可以直接喷，对，那你喷完就直接擦干，对，我觉得速度变快了，跟我之前镀膜就有明显的差距了，然后它那个喷枪可以喷算蛮远的，对，因为一般你喷剂是会一直要喷，对，你如果家里喷过魔术你就知道，对，你整面玻璃要喷，其实手很酸，就不用一直按啊，按着它就会持续一直喷，对，那你觉得它这一瓶价格多少？你觉得你比较能接受？价格跟拍的没关系，我觉得1000块我都可以接受。哦，
那它这一瓶大概可以喷四台的量，大概就是整车的量嘛。对，可以喷四次，你那一台应该可以喷四次。那我觉得还蛮，所以一千块你能接受？对，我觉得还可以。这一瓶没有那么贵啦，好像如果印象中基本上五百多块而已。哦，那还蛮便宜的。它 Momo、PCO、Costco， 它都有卖这一瓶。那我觉得还不错，对啊，很便宜啊，而且可以喷那么久。对啊，物超所值。好 ，OK， 算还不错。好，那今天这就是我们的车主访谈，那我们谢谢小白。好，谢谢。今天特地从那个中立上来。对，中立。那我们今天也第一次在车外。好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那我们就是在车外访谈。那我们跟观众说拜拜了。好，拜拜，谢谢。